欢迎各位收听安播足球快讯。沙特阿拉伯球会艾纳斯官方宣布，球会将会在当地时间周二晚上的7点，在他们的主场馆为葡萄牙球星斯朗拿度的加盟举行亮相的仪式。据悉，斯朗拿度已经乘坐飞机出发前往沙特阿拉伯，而艾纳斯就官方公布了斯朗拿度的亮相仪式预告。艾纳斯的官方报道如下，在星期二晚上的7点将会举行世界最伟大球员的欢迎仪式。艾纳斯的球迷将会在姆尔索尔公园球场的胜利广场迎接葡萄牙球星斯朗拿度。据此前媒体的报道，预计将会有多达30000名的球迷到场见证斯朗拿度的亮相。我是阿斌，多谢各位收听。喜欢这条片的话，就记得给 like 和 subscribe 我们的 channel， 再 share 给你的朋友看。那我们下条片再见，拜拜。